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共同努力，我市疫情防控攻坚收益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社区传播链基本阻断。昨天呢，我们开展了第十一轮的区域核酸检测，在你四月十一日六时，本轮共采集样本762万人份，已全部出结果，均为阴性。